7月26日，赛通过官方 SNS 和 Nevermind 公开了第九张正规专辑 SICDNI 的主打歌 That That 的作品图片、首个 MV 预告片和采访视频。在 SICDNI 的12首歌曲中，最后一首公开的歌曲是 That That， 由防弹少年团苏嘎和赛共同制作。苏嘎参与了歌曲的作词、作曲和编曲。MV 预告视频中，赛穿着牛仔装猛烈奔跑，激起了粉丝们的强烈好奇心，想知道他与苏嘎的第一次合作完成了什么样的歌曲。在采访视频中，苏嘎表示，一开始我很紧张，因为赛比我大很多岁，然而没有想到的是，感觉就像和儿时的朋友一起工作，所以让这首歌曲创作过程中变得更加有趣，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好朋友。赛也分享了他的想法，当与年轻艺术家见面时，我不想让他们感到不舒服，我不想成为一个难以接近的人。苏嘎不仅是我在业务上的后辈，而且他真的觉得自己像个朋友，很难感觉到任何年龄差距。如果苏嘎认为我是至亲，那对我来说很好。爱豆韩舍，美儿解说最新韩语，欢迎点赞和订阅哦。